弟子在初学佛时遇见一位南传法师，就赠予一张佛像，佛像背后这是那位法师的照片，现在弟子不知应如何处理那一张佛像，请师父指示。这个我也没法子啊，你最好呢把这个佛像啊，你如果不想供养这尊佛像呢，你就寄回给那个法师啊，因为有他的照片嘛，啊，寄回给他，我想这是比较正确的处理。啊，如果你想供养呢，也不碍事，啊，也可以，啊，但看你自己的意愿。